韩服今天更新了，然后他们今天更新了，好像是全新的挑战者，然后还有一台新车，然后一样是从网咖挂的，就是在网咖挂到可能60个小时之后，就会送你一台黄金舒适时代，然后是一台新车。那这一台呢，听说是会绝版的。这个活动到7月24号的晚上23点59分，然后只要这个时间一过呢，官方那边有讲说，它是之后不会再以任何形式推出的一款车辆，所以目前应该只有能够得到的方法，应该是只有在韩服的网咖挂机，也就是唯一的获得渠道。然后除了这两个大更新之外呢，最后还有一个最大的更新，也是大部分人都知道了，就是驾照模式回归，有没有？驾照模式回归，包含以前的初级啊，然后一直到 L3、L2、L1，还有到最后的这个 PRO，以前其实就有一个专业的一个驾照，就 Pro 嘛，可是那个时候一直没有出。那现在也因为这次的驾照回归，PRO 这个驾照也是正式推出，然后我们就来先考一下驾照吧，怀念一下。然后韩文都看不懂，所以我们都略过略过，等一下哈。我们要过驾照哈，不过我们要在地图外过驾照。直销方向键右加上。我想看一下掉下去会怎么样哎，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拉掉。哎会，哎，他不可以考驾照了。他不可以考驾照，他不可以考驾照了，白痴哦，bug 修一下，我现在按上跟右，现在按上跟左，我一直按轴，他不屌我，然后 R 按 R 他也不屌我，按 R 他也不屌我，修一下啦，认真考，认真考。赶快过一过，然后赶快过下一关。好，然后下一关呢，应该就是，好像驾照大部分的考试模式跟以前一样，就大部分都是跟以前照旧的内容。不知道等一下 L3、L2、L1 会不会变。像这一关就是用加速器嘛，然后等一下应该就会有一个用天使救那个痞子妹，然后还有用磁铁吸那个纸板那个。赶快考驾照。好久没考驾照了，因为其实后来驾照结束之后，还有出一个骑士学院。那骑士学院里面的关卡好像跟这个大概都长得差不多。以前都在玩，为何要考驾照？就好玩嘛，玩一下。驾照其实真的都是我们以前一代人回忆哦。我记得我考驾照的时候是我国小的时候，然后那个时候是我的小存钱筒开始满起来的时候，因为我都帮同学考驾照，在那个国小那个电脑课，你知道吗？国小电脑课基本上就是让你玩游戏的，然后从小在打爆爆王啊、打跑跑那一种。然后我同学都叫我帮他考驾照，我就说可以啊，考 L2 50，考 L1 100，然后我的小金库就这样存起来了。从小就练才，那个是有生意头脑，好吗？WCWW 创建日期2016年5月13，目前已经有不知道什么驾照，应该是初级啦。可是这个绿色以前绿色是 L3，可是我看到后面还有一个 L3，所以我不知道它这个是什么驾照。这图好难哦。我跟你讲，这驾照感觉就比那个手游的驾照好考多了。这个是新的吗？就是教你怎么用那个道具换位卡的，按 Auto 吗？其实按了也没差。然后这个就是过那个线的时候要按那个盾，然后去防水苍蝇，这个都是很基本的，在教你怎么玩模式而已。我就是叛逆，我就是要很后面才按。哦哟，这一关看起来开始难了。
好，我们大概知道这地图怎么跑了哈，一次过给大家看。好，准备二段加速，漂亮的通过。花的蝴蝶。然后它这边有一个区域，可以按 Ctrl 让你去抓那个距离。不过我觉得这个训练 没什么用，因为那个距离感真的是很难很难去抓，不像其他人那么 好理解。应该也不是说以前比较难，而是他应该这一次的秒数有调整，调整到可能以前的水平、以前的水准之类的。因为没到你换车了，跑那些地图还剩两三秒。哎、欸，他有阿强，他现在多了一个阿强，他不给人家走捷径了。好讨厌的，这到底什么速度啊？230。哇，好像过不了哎，怎么办啊？要加紧马力了。有啦，第二圈、第三圈不要放炮就过了。别这样扫飘，从两颗气之后，直接让两个地上扭一下，扭满一颗，最后直接一个单拖往终点 ，nice， 好，我们也取得这个不知道什么驾照哈，啊，终于要往 L3 迈进了。以前 L3 是绿色的 ，L2 是蓝色的 ，L1 是红色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它现在 L3 变蓝色的，它、啊、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要解掉是不是？它是训练，是不是？它这是训练吗？哦，它这个是教你怎么，这个应该也是新加的，就是教你怎么快速脱离那个水炸弹。然后这个是大魔王。哦，这个就是大魔王的训练。然后这个好像就是要打爆他们几个吧，是吗？哦，要保护痞子妹了。哦，想起来了。哦，这关以前是有的。我可以跑赢痞子妹吗？我以前好像干过这种事，好像是要保护他过终点，对不对？对，好像要保护他过终点，因为我记得好像以前我试过这种东西，就跑赢他好像就会输掉。这一关应该也是新的，我记得以前 L3 是那个大 U 弯。那现在怎么改这种弯？哈，这个弯到底有什么用？到底有什么图会用到这种弯呢、啊？哦，这一关就有了。这一关以前有人用那个镜飘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？以前有人用那个镜飘过。我也是这样看。要不然小朋友才用竞票，认真跑。秀一个帅的哈。好，我不信邪啊，我就这样跑啊，一直跑到过、啊，一直没过我就一直不跑啊，没关系啊。哼，哼，哈，哼，哼，哼，哎，哎，哎。
欸，不行哦，以前可以耶，啊，这又改了是不是？阿典又改了是不是？以前可以耶，我认真的以前可以。以前可以耶。哎、欸，有困宝！哎、欸，他现在考驾照送困宝！哎、欸，佛心公司2分03，以前我记得是2分30，现在直接倒过来。解除内线。这真的是时代车吗？这真的是 L3 的速度吗？为什么我觉得那么慢？ L3 又是以前的 S2 吧？是 L3 是现在 S2 吧？真的是 S2 的速度吗？我怎么感觉那么慢？太慢了吧？这是 S1 的速度吧？这是以前初级的速度吧？对啊 ，S2 我跑再招也不可能单运走50啊。L2 才是 S2， 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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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L2 是 S2 是以前的 L3， 这个我确定。S2 是以前的 L3。左飘，这边就不脱飘了，不走外线脱飘，直接走内线感觉快很多。根本拖不起来。好了，我们顺利的拿到这个 L3 的驾照，漂亮！我们现在是 L3 的人了，再来就要挑战 L2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包哥。我的 No Live 直播时间从这个月开始正式改为8点到11点喽，日期则是一样为每周的1、3、5、6。大家要牢记直播时间哦，记得来 No Live 找我玩哦。